如说你要自提的话啦，一样的方法，外卖自提，就自己去拿的意思啦。然后去外卖这边，然后随便找一个商家，然后你就点咯。比如说你要这个，你按它，然后按去结账，然后你在去结账之前，它这边有一个外卖配送，然后到店自取。到店自取的话，就代表就代表你们去那个店拿咯。然后这边的话可以自己选时间咯，你要选什么时间过去拿咯。比如说像11:40，你就按11:40。然后这边的话就要写你的电话号码。就这样子了，写一下电话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如果有优惠券的话，你就按优惠券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要备注什么啊，你可以在那边备注了。然后按订购，跟刚刚一样的方法，就按支付，然后立刻支付，就打我们的那个支付密码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就支付成功了咯。OK， 当你支付成功了过后，你这边要先查看订单先咯。当商家已经接你的单，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看你的那个取货码了，然后或者就是你给商家看那个订单号码也是可以的。